欢迎收看88911汽车频道，我是阿基啊，我是佩佩。不过今天呢、啊，不是要跟大家讲解汽车，而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什么好消息？对，那、啊、你今天怎么那么高？我不是一直来就比你高吗？那每次啊，我们在周年庆期间呢，都会举办特别的活动。像去年啊，我们举办一个百万好车免费送的活动，那大家反应啊都非常的热烈。今年我们把活动再升级哦，我们举办一个百万好车免费开的活动，这次呢总共有四个名额哦。哇，比去年还要多。那这是第一波的活动哦。那从第二波活动呢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到88的活动期间内啊，只要你每天使用88911的 APP， 并且完成指定任务的话呢。哦，你就有机会抽到大奖红包啊！真的假的？而且我们也可以抽。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不行抽。对啊，而且呢，总金额有88万、嗯，这么多。你要不要先提个离职就可以抽？不行啊，还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第三波的活动啊，就是像我们每年周年庆啊，我们都会举办特别企划嘛。对。那今年呢，我们还包下力宝赛车场，找来像 Porsche 的911、宾士的 A45S 啊，这些性能车款，对，总共有八台车哦，要在赛道上进行极限测试，让大家可以一次看个过瘾。至于有哪几台车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站庆的影片，好吗？哦，先卖个关子。是。没有。所以只有这样吗？当然还有啊，在8月8号晚上8点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特别进行一个直播。在这个直播里面呢，除了会抽出四位百万好车免费开的得主之外呢，同时呢，如果现场跟我们互动的话，你还有机会获得红包的大奖哦。所以我们又要出来跟大家互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记得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。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赶快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赶快订起来好吗？小铃铛记得打开，那记得要先下载88911的 APP。那同时，我们还有粉丝团、IG， 对，都要记得追踪起来哦。我是佩佩，我是阿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。好了啦，你可以下来了啦。不不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好啊，以后都这样拍了吧。你长那么高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上面的世界还不错啊。我是怕你到时候叫不出去啊。